噔噔噔，给来哟！等一下下先，还有紧张吗？不会啦，okay, 我们等一个人进来，我们就开始了。我们认识多久了、啊？我开 Happy Pod 几久哦？差不多有两年了哦，不止两年了哦。你在就会觉得就认识了咯。嗯，可以了，有人进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啊。哎，我是 Chris， 等下就会出来了，上来就会进来了。OK， 对，每一回这个是在哥大的主人。可以来 ，Hello， 来，我是 Chris， 什么名 ？Pammy，Pammy Day 哈，我们是因为狗狗而认识的。对。OK， 所以我今天刚你们有看那个标题 ，Pammy 本身是一个专业护士来的，以前，嗯，他曾经是专门负责 for 癌症跟癌症肿瘤的部门的护士，做了多少年了？十三年，那时候都是在新加坡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都是在新加坡。在新加坡做这样厉害的部门是不简单的，所以也是因为他做了十三年，所以一个专业的护士可以相信我们的 Aura Band， 这个是我们的 Aura Band，OK？、Okay? 啊，可以相信我们的 Aura Band 而使用我们的 Aura Band。其实你可以讲一下为什么当初你会想要买这个裤子，这个 Aura Band， 你面对什么问题？我面对了我的 lower back pain， 然后因为我之前做护士，有时会把病人从一个地方抬去另外一个地方，所以有伤到我的脊椎，尤其是我的下腰，腰部啦。对，然后我就时常看到 Chris post 一些关于 Aurora pants 的东西，我就经过了好几个月的观察，我就问他哦，就这样哦。可是因为跟护士毕竟你们会讲医疗比较多嘛，可是这个在你看到的时候它也是只是一个裤子嘛，什么让你愿意尝试呢？什么愿意尝试啊，我就看到很多好的 testimonial， 说做人都是这样的，是先看 testimonial 你才买一个产品的，对吗？ OK， 所以你就穿几久？我穿了，我从2018年的11月穿到现在。2018年的11月，2019差不多已经一年多了，我穿了一年多，所以有没有改善你什么？起初最看到有见效的就是我的湿疹，我的颈后面有 eczema 的哦，因为天气一热啊，因为我头发比较少绑起来了嘛，就时常后面这边会痒哦，痒了越穿越大，就这样子了。我穿了过后就开始在改善，还有另外一个最能够见到效果的就是我的眼睛会有 conjunctivitis、oh, conjunctivitis 叫做 conjunctivitis 华语叫什么？眼什么？我不懂什么我眼、啊、英文叫 conjunctivitis， 我们找了我跟你讲然后那个你有时会怎样？我就是晚上睡觉会自己痒，揉到起来的，一传染的话我就是会差不多两个月左右，我几乎这样子发生这样子的东西 conjunctivitis 都已经差不多将近十年了，每年的三四五月我都会很痒了我的眼睛。哦，每年三四五月，可能那个时候是季节关系啊。对，可能是因为春季的关系，所以眼睛比较容易痒。像你这个时候十年，你怎样去解决你那个问题？因为你痒到很辛苦嘛，你一直去揉嘛。我找医生啊，滴眼药水咯、啊、过后滴了眼药水我再也不去找医生了咯，就是让他自己好咯还有我吃止痒药类固醇都有、哦、OK， 因为毕竟十年了嘛，所以你也是因为穿了 Aura Pants 改善？对，我穿 Aura Pants， 其实我穿了一个晚上两个晚上，我隔天起来我眼睛是不肿的了、啊就完全不一样，一直到现在。其实在去年我有一阵子是没有穿，在换季节的时候三月四月，我觉得 Aurora Pants 之前有帮到我，我就再穿回去，穿了我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在眼睛痒眼睛肿了。哦，好好的消息哦，谁没有想到哦，对，穿在下半身眼睛就改善了， 对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腰酸腰骨痛咯，然后湿疹咯，对，然后你的眼睛咯，所以值得拥有。还有什么？哇，我的脊椎骨是最不痛的、哦、对，怎样做家务都好，长时间站都不再痛。以前呢？
以前你会怎样？你可以跟大家讲。以前我的坐神经骨，还有我的 sciatic nerve， 会让我不能够走路走好好 一两个星期的。哦，会很痛的关系。非常痛。哦。啊，我以前做工也是要穿着那个 binder 来做工，就是那个护的绑住这边的、啊。对，要穿着 binder 来做工。哇，现在不用了啦，一年多我都没有再穿这种 binder 的东西了。耶，好消息咯，所以没有想到一条这样子的 Aura Bands 哦。所以你再下来多一个了，什么？许罗多？许罗多啊，许罗多。许罗多现在是我们最流行的一个其中，因为最近也是那个病菌嘛，它也是 before 它就开始了的，所以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。我喝许罗多是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喝许罗多之前，我有先做一些 research。我懂 good good good。嗨，我有看那个 research IPPA 是什么来的，然后我就看到它有很多好处，所以我最想改善的就是我的 migraine， 我的 migraine 是很严重的那一种，所以我看到它 IPPA 里面有 anesthesia。所以我就尝试跟 Chris 买了，结果喝到好，我不只是偏头痛改善，我的精神集中力非常的好。以前比较难集中，对，因为时常头痛啊，脾气也没有这么好，现在没有头痛了，还 OK 了。那你头痛没有、啊、好了，脾气就比较好，你老公更开心哦。其实不只是我一个人受益而已啦，我的家里人也有受益啦，喝酒。还有什么？就是我先生有也是有 dermatitis eczema， 尤其是在他的手，你们所谓的富贵手啊，对，也是改善了、哦。dermatitis 哦，呀 ，atopic dermatitis 咯、哦，他的身体都会有一些湿疹的地方，尤其是在他的手，这个 knuckles 啊，他喝了一段时间，他就没有那么痒了，到现在啦，到现在啦，而且。其实咳嗽伤风真的是减少了很多耶，是哦、啊、我们的免疫力都提升了，所以很神奇哦、要去影响一个专业人士，特别我以前觉得啦，你要去叫 nurse 啊叫医生啊是有一个高难度要去讲的，因为他们会问很多问题，而 Pammy 他就是习惯都会去找很多资料，自己 before 吃跟他的先生之前他都会去找很多资料、make sure 吃的东西是 OK 的，所以他跟他先生也是吃到很好的效果，所以 automatic 都会每一个月都会 repeat 的，因为毕竟是真的很值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好像你父亲都有在吃啊？对，我父亲有在吃，因为他有怎么说，老人家比较容易对气候转换有敏感啊。之前就咳了很厉害，咳到他晚上不能够睡，医生是有说他的 lung 有点 collapse。Okay. 就是他咳到会喘，然后心脏会跳很快，就起来了就不会睡了。我就给他喝了，也是许罗多啦。对，喝了一包。其实他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给他喝的时候，是他让他带去南非，不是南非，南美洲。那时候他是去南美洲旅行哈、我把去南美洲旅行一个月，给他带去喝，结果他回来了，喝了。没有再咳了嘞，哇、我就再继续给他喝了，就这样啊，我爸爸。所以你觉得啦，因为这个许罗多其实重点是不是我们的 immune system 嘛、对不对？这样最近不是也是那个 COVID-19， 对，觉得许罗多可以帮助得到？的确可以，只要因为它是帮你 immune system increase 你的 immune system 的嘛，为何？不喝许罗多嘞，我们都喝啊，我也喝啊，一天喝两到三包。其实真的，我们讲保健观念真的要很强，特别最近的那个 virus 太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路来吃的，我相信你也是看到那个健康改善很多，特别你家里人，所以很感恩于那些产品咯。所以你可以跟一些人讲嘛，有些还不是很相信我们的 Aura Bands 还是许罗多，有什么东西要跟我们讲吗？值得是吗？哇，值得，非常值得。我 Aura Bands 我现在是。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穿，为什么我晚上穿？因为我不再做噩梦，不好睡，睡到很沉呐、对。所以之前我要叫 Pammy 做这个 live 的时候，他还在犹豫不决，要不要做，要不做，不做。哇，既然你真的穿得好，对呀、而且这个东西是我们做，为什么？这个真的事实啊！而且你真的吃用穿得好，你为什么不要讲出来让大家
知道你有这个改善，其实是可以帮助造福更多的人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听了，做 nurse 重点是什么？希望感到更多人嘛。所以他虽然他现在本身是没有在做从事 nurse， 可是以他的经验，他真的是很专业。他毕竟在这一行做了14年啊，之前，所以不简单，所以给他一个赞。OK 啦，这样子谢谢 Bammy 的访问啦。OK 啦，拜拜啦。